直播吧9月14日讯据，密尔沃基哨兵报报道，密尔沃基警察局局长 Alfred Ells 今日宣布，一名曾参与逮捕雄鹿后卫斯特林布朗的警员已经被解雇。不过 Alfred Ells 同时表示，该警员被解雇的原因是违反了社交媒体条例，而不是在之前逮捕布朗的事情中有不当行为。在逮捕布朗之后，这名警员在社交媒体上嘲笑后者。今年1月27日，布朗因为违规停车被当地警方逮捕，双方一度发生冲突，警方还在逮捕过程中使用了电击枪、铁链